哇哦，就是好棒哦！大船，大船，我在小木屋里面，我一开始就在我附近了。看到了什么？又是护士，看不见的墙，又是护士，好烦！刚刚听得到啊。没有板子啊，这里没有板子。好，我承认有板子。第一个被抓了。哎，必死，你必死啊！啊我操！喂，我砸！啊，他的视野到前面。好了 ，IP 没有人中。那可是他必死了三下哎，啊，被挂了。没有，哎，有，他不进。啊，他在我旁边啊，他走了，他走着了。他一开始就走了。好了，他下高台，下高台。看到，看到。他有看着你吗？没有啊。等一下，他回来了。我看着我。那谁啊？躲柜子哦。柜子不是我，我在你面前。我在胸肌。嗨。哦，漂亮，看到了，真的是，啊，看到了，台附近，台附近，啊，你害死我了，没有没有，我戒指，哎，我怎么画面变白了？因为我戒指，快逃啊！你给他找个空位置，不然到时候你还是会倒下。对，你有刺骨吗？有。啊！不，快补快补！你要打刺骨。啊！你这样就没办法补起来了。他那就是会让你可以砍一刀，然后扛一段时间。只好把你摸起来。往你们那边飞了，很快。啊！不想救就不要救嘛。来了来了，后面在后面。扛刀。啊！他打着追我啊！就大内会。来。啊！我饿挂了，我饿挂了。大跑十分呢。再往哪里跑？哎，反嘞！你往右边跑。搞不好又是 barbecue。他过去有你啊。那应该是 barbecue。冲很快哦。刚刚路人是在你附近。对。那应该。哎。好吧，换只手按而已，他就给我拖下去。我的刺骨找到我啊！看。完了！哎呀，刚补完又气死我！哇，他有增加视力的。然后什么鬼猎物估计极其敏感，痛苦中的逃生者估计增加亮度增加50%。最后一个是全部都一分，什么四分钟，然后什么40秒的。哎，六个，六个吗？对，六个。六哥，你变成干净的六哥了吗？我本来就超干净。哦，把他从大山丢掉。因为他决定要来杀我。看一下会不会比较不会被第一个杀死。他来打我，他来打我，欸，没有，有他闪了，他闪了。大哥来找你了，啊，一只骨就找我，原来是骨。来了，他在上面。没有，这次就没看到我了。好了，好了。有他，如果手捏很久的话，你可以往他方向跑，他就会飞过头。哦，哎，我刚刚就用这招闪掉了。他手可以捏多久？因为他那个瞬移是用蓄力来算的，所以蓄力越久会飞越远。哇，三妹好强哦，150哎。我是150的三妹。要往哪里飞？哦，地牢快，我的巨强。路人在救他，路人在救他。在码头上面，好了，
换位置哦。我在这边。来大杯附近。自己哦。好顺！哇，我们路人。看到了。在找我吗？他在追那个米饭，他在追他，你还可以继续。啊！哇，掉了，掉了。他短飞就很强。哇，世界角落。下面继续，继续。他等一下会上来找我吗？挂了、哦。跑了，他直接跑。往哪里啊？不知道。哎呦，猜到了，往达哥那里。他猜对了。哎呀，没有救，没救。不行不行，太近了。不行啊、哦。大楼台。啊，来了，在后面。大爷在干嘛？躲他，不然他会被杀死。对，这样。他有没有自主啊，路人？没有吧？他居然没有先。该有吧？完了，全倒了，全倒了。倒啊，灭团啊！巴罗泰。巴罗泰。继续。我就不挣扎了。我才一千。第一个被看到的比较倒霉。哇，这头好丑、哦！看到了。哇，灭团！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天选之人，哎、啊，还在那等，啊，灭团啊！睡觉了，拜拜。我早上要睡觉，拜拜。